我眼睛好疼啊！哎呀，哎，我不行，我得滴两滴眼药水。稍等啊！哦，啊，哦，喂，好刺！你们俩怎么了？这什么业务员跟供应商是吗？是努力工作种大麦的人，还是负责卖掉大麦的人？负责买卖的人应该多拿点。这就是为什么买卖房子永远比盖房挣得多。别吵了，还没完事吗？你们俩这故事，你种完了他收，他要卖不出去呢，对吧？你们俩决斗吧，叫号弄的，我这有刀，用不用借你？装备都可以借你。他们家就住这儿，右拐。啊，你问问敢吗？我对面胆儿也不小啊，使点劲儿。左正蹬，右边腿。哟，回手掏。你那个右勾拳是师娘教的是吧？这任务没完结呀。那时候谷仓还没建起来，我们所有的麦子都是平分的。哦，没有谷仓的时候，他们还比较好。啊，烧谷仓啊！行，那我就动手了啊。你们家谷仓里装的什么？是麦子吗？怎么还爆炸了呢？谷仓炸了，赶紧去看看去吧。哎呦我操！房子没了，上这儿有点大了，不会再打架了吧？你们和好了？别客气，家里以后大人再想打架就告诉我啊。甭管是烧谷仓啊，是杀哪，你就一句话的事儿啊。我先跟走了啊。你为什么打不开？我按的，我按的，太恐怖了！这个暗将直接当着我的面，直接把赫本给杀了。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真的太恐怖了！我想说一下啊，新手你可能看了一晚上，但是你这个新手当着别人面杀人，别人是可以直接按喇叭的。啊，这个太离谱了！这个安将直接当我面一刀直接把赫本给杀了，我也不懂为什么他要杀赫本。好人跟着我一起把安将给投了。我的发言结束了，现在安将你自己辩解吧，你也没什么可辩解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赫本死了，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洞主他杀人，好吧？你信我好不好？虽然我是新手，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杀人啊，我怎么就把人杀呢？你说是吧？过，把安将投了，没什么不好说的。Yeah, boy. Nani? 听我说，又是我按的喇叭，很离谱，很他妈离谱。如果我是狼，一个人不可能。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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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你怎么可以当着四个人面前杀我？我不行，你都没看见这房间没灯，我不行，我不知道那个，多了。我一骗人，我就要发笑了。这房间几个人啊？我是不知道。这个我录音应该能够赢吧？运气图。哎，等一下，我都出不去了，好像。
哎哎，提线提啊这。我觉得是我这个衣服的问题。等一下啊。好，嗯。二姐死了。你可真牛逼哦，真的敢拼这个人。Is really the guy you want? Yes.这样的话，我就拿了他，拿了他，我夺门而出，看这个快艇，开到这儿，然后我再拿上那个，我再开上这个小车，来到这儿，我把这车开到车里，我再出来，再开这车，再进来，我再开车走。非常明确啊，非常明确。出发！哎呀！首先我得把这个船给它掉个头，对，在这儿就好了。进来之后上楼梯，上楼梯左拐，拿上它，好，我就 冲向这儿开车去。没错，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步，拢共分七步，一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拐了！哈哈！啊 ！Nope！ 我其实已经做到了。Not bad, Wolf Kiss。I wager you couldn't drink more than me if you tried. I will drink you under the table. 呵，confident, 谁赖酒谁傻逼。哎呦我操！蹲蹲蹲蹲蹲。啊！哎呦呦呦，呛着了！哎呀呀呀呀呀！坏了，这逼挺能喝呀！我怎么输了 Zayl is strong, Brody. But I am stronger. Better luck next time, Wolf Kissed. Behold, 吃乳猪，哎，烤乳猪。The boar represents fertility. 哦，小野猪。Did you know that? What's your point? You impress me, Eivor. Your battle wisdom, your strength of character, skilled in so many ways.Yet I wonder, is there any skill of mine that I could impress upon you? Even a fool has something to teach, whether they are aware of the lesson or not.
Hey, hey. But I could show you how to wield my plow sword. Oh, you touch my tra-la-la. My ding-ding-dong. 啊？啊？这 Be plain about it, Stitchbeard. You want to lay with me, is that it? That I do. Will you follow me to a place more comfortable? Oh, you touch my tra-la-la. 谁怕谁？干就干。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这怎么也行？你在远方的山上，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That's worth a verse or two in some skald song. 没有，我们在交流剑法，交流建议，不要多想啊，不要多想。哎呀，痛快，痛快。This is a time of conquest, the age of Vikings.到地方杀死烧杀抢掠，哇嚯，这点细节过桥时候还降帆，你还是阿玉吗？真是一个船舶不就过去了吗？雪国风景好美啊，这信仰之月是往哪儿月啊？是不是信仰信仰之月？坏了，坏了！这姿势不对，这样就落得慢了，各位。这样落得慢，看没有？这样摔不死，落得慢。飘下来的，我教导你，看没有？这是个，哟我操！你脑子怎么了？啊，你这是装饰啊？Excuse me, I have a slight pain. 小啥？小啥？I feel it is a small wound. For a warrior as great as you, nothing but a twig stuck near your brow. 我来说一下好吧。阿松觉得二炮是狼，二炮觉得阿南是狼。余姚贼觉得我二炮阿南我们三个人是狼，然后凯哥和这个火柴被杀掉了。我不知道，我说说我不知道。二炮怀疑阿南，阿宗怀疑阿南。我求你们了。没有笑了。生死就在一瞬间，生死就在一瞬间。来呀、啊！我这样格挡，来呀、啊！你知道怎么破我防吗？哎，踢下去他，哎！哎呦，有点猛啊，这小红！哎呦，想打死我？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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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拦着，别拦着，别拦着！慢点，慢点，慢点，有导弹。为了庆祝我们工作室成立5周年，我们决定分别在键盘公众号和 B 站动态给支持我们的小伙伴抽一波总价值50000元的大奖。一等奖是影驰 RTX 3080金属大师的显卡一块，虽然中奖的人可能小赚，但大伙儿参与一下也不亏。我已经想好，要是抽到显卡，就给自己更新一整套设备。5周年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之后也会继续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好的内容。下一个5周年再见。哎，你看啊，
这是以前播的游戏啊，这我这游戏库里一共多少款，我都没数过，一共是612。哎呦，不行了，我要是跟大伙儿论游戏，我跟你说，我也不怎么困了。别播游戏了，我跟你说啊，接下来的话题，我保证绝对比酒馆好看。你要是说一会儿你觉得讲完这一段游戏之后，你要觉得没有酒馆好看，你当我白说，你耍飞机，我心里就有数了。心里有数，明天我到点我播飞机，播酒馆就完了。你这一回忆，你得回忆起当年的这个播的这个高光点，包括等等之类的。我跟你说很难的啊！我跟你讲，第一个我就忘了。fuck。第二款，这是吗？你这就没记忆的啊，咱就放一边。H1Z1，因为这款游戏结识了目前在斗鱼当中跟我一样高的那位主播走岸，当时跟走岸第一次见面就在游戏当中，我说我也是主播，你别打死我。然后左岸说，我知道你是银子，你就跟我走就行。然后左岸就下楼了，然后他就死了。 WW2K15 2015年的10月30号，这个是真正可以在直播生涯上画上浓重而又鲜亮的一笔。 OK， 欢迎大家在晚上的21:07来到银子的游戏教室，我是全平台游戏男神，欢迎大家。那个时候因为播 WWE 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章鱼 TV 的一个副总裁在北京请我喝酒，给我开出了一个什么价格，5年800万。我说一句圈，我王八蛋，我没后悔啊，我只能说得亏没去，差点就跳槽。一想不可能，你不值那么多钱，我是当时那么想的，你要值那么多钱去没问题，你不值那么多钱的时候别人给你开出这么大的价格来，那你不明显的那个嘛玩意儿，对吗？给他爱。这款游戏呢是咱们 CITJ 的一个所谓的现在工会的这么一个兴起这么一个雏形，拍电影整剧情搞效果，怎么做做怎么来，怎么尬怎么来，就是各种的五星大逃亡。你说那时候闲腻吗？每天晚上都五星大逃亡，这10个人打到五星，然后呢一路上跑，最后到一个孤岛上，一个大飞机给这10个人接走，一边放烟花，一边这个放着这个汪峰的歌啊，这个还有那南征北战的歌。好了，感谢大家的今天晚上的收看。哎，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恨不得呲自个儿嘴巴子。野生动物赛车这个游戏啊，我忘了多少钱了。但是这个游戏呢，一个野生动物赛车，一个野生动物运动会，这俩游戏是一个公司出的。就是你不能说做的人是傻逼，你不能说播的人是傻逼，反正买的人肯定是脑子有点问题。这个游戏没什么太多提的，就奇葩，游戏界的奇葩。在道路的设计上，这个游戏可算是费尽了心思。只能说这个只能说是直播历史上的一个误会，只能说是一个误会。这个没啥印象了。打一头牛照着屁眼打十枪。跟大家讲啊，这个游戏可是造就是我认识的所有主播里边，我提都不提这个游戏。这个游戏真的提，我就直播鬼才，真的。因为这个老鬼打哪个风格的，就是当初我玩这游戏的时候啊，都2点了，歇会儿，好吧，歇会儿啊，咱们歇会儿吧。那没讲不完的，明后天的再讲啊，明后天再讲。那个在下有些小疲惫。还有10秒的空余，效率，所有的任务都完成了啊 ，primary 和 secondary 全完成了。